Hello， 不要，请不要划掉你的手机哦。您给我三分钟，我将给你全世界。那么，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胜宏，住在台湾，也住过马来西亚、北海跟吉隆坡。那么，从事教育训练这样的工作呢，有30年的时间。那么，这次来到大马，主要是在寻求合作的伙伴。那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口味，所谓的证实真相。才有力量。那我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我所认知的 CoWay 是怎么样的一家公司。那么这家公司它是韩国的公司，有34年的时间，进入大马也有17年的时间。目前呢有250个中心。很特别的，它在过去的12年当中创造了100万的顾客群，而在近期的4年当中却创造了多一倍200万的顾客群。总数量是300万个顾客群，而且他也创造了400位以上的百万富翁，有了豪车，也有了豪宅。在税金，去年2022年呢，他缴了2700万的税金，是十大以内。所以这样是一家非常稳固而且诚实的公司。那么在全世界的营运排行榜呢，他是排行第六名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。一个秘密，这一家公司为什么这样的成功，这么的稳固呢？因为它采用了一个别人没有办法做得到的一个运作模式。这个运作模式就叫做负经济学概念的运作模式。什么叫负经济学呢？它就是先租后买，然后呢奖金照发，这样必须要准备很多很多的资金才有办法来完成的。它一开始是要烧很多金钱的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别人没有办法复制，没有办法 copy 的。我们来了解一下 CoWay 到底卖的是什么样的产品。首先为各位介绍的这一台按摩椅，它是独一无二的秒杀产品，它可以在8个钟头里面呢创造销售5000台的记录。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系列的产品，有冷气，有智能马桶坐垫。接下来我们再为各位介绍的是床炉。那么这张床炉呢，在2022年的7月得到马来西亚腰骨床的认证奖。好的，经过刚刚简短的介绍，介绍公司产品还有市场呢，公司它是非常的稳定。那么产品是每家每户必须用的必需用品。那各位，此刻水涨船高，正是您加入的好时机，希望您的加入，我们一起来，记得要加入 Smart Team 的大家庭。谢谢您的聆听，感谢您，再见，谢谢。